看啊兄弟们，我看一下，看这个啊，动静比较大啊，不知道是什么鬼啊！我操，什么玩意儿？我靠，三条黑鱼，不大啊。然后咱们正在直播中啊，看看黑鱼啊，速度来啊，兄弟们！老兄弟们，看这鲫鱼。 漂亮啊！看这黑鱼，哎呦我的天！跑，往哪跑？看看什么鬼？看啊，兄弟们，虎漂子下去了啊！我靠，两条大黑，漂亮，过瘾啊，兄弟们，漂亮啊！正在直播中啊，兄弟们。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户外小鱼，这是今天所有的鱼货了。总共的话，黑鱼的话有100多斤吧，然后鲫鱼的话有5-60斤。你们喜欢逮鱼摸虾的可以关注我，然后咱们每天都会开启逮鱼的直播，带领你们体验最真实的捕鱼直播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别老弟留个小红心。看看这鱼。